的矛盾。我现在告诉你，也请你转告你们美军的总司令，你们美军绝对不敢出兵。他就笑了。匈奴未灭，无以甲伟。要一道枪声一响，日本将不复存在。你驻亚洲太平洋所有的基地，包括你过来的所有航空母舰基地，我们将给你打得片甲不留，点一块砖头。告诉他们，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万年以内，印度想对上中国，根本没有一点。有人说，中美军事实力水平要相差50年。那如果真有战争发生，我们能赢吗？解放军什么时候怕过美国呀？他远的历史不说，我们就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美国仅有的两次失败全是被中国打败的。怎么抗美援朝发生的时候，我们比美国落后了多少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是他们失败了。当年日本也是这样，日本也比我们先进了很多年，他们也失败了。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比他更重要的还是精神。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就武器装备水平而言，今天是我们与美国最小的时期。我们从来不是靠武器打赢的。我今天想了一下午，就是这个问题：精神、信仰。我们固然不能这个忽视这个武器装备的重要性，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精神装备的重要性。一支没有精神装备的军队，给他再好的武器，也不可能打赢任何的战争。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在军事上和我们较量。装备很重要，但是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这个不是说我们是从空洞的概念上去理解，它屡次被我们解放军的这个历史所证明，也屡次被我们这个新中国的历史所一再的证明。今天我们大家生活在和平当中，生活在宁静当中，我们不要忘了，有几十万的中国青年倒在了我们的前头。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谁敢侵略我们，我们就叫他灭亡。要有尊严，不要崇洋，不媚外，不交界投降。在不惹事的前提下不怕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绝不能够允许任何人骑在中国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是我个人理解。所以我讲话比较冲啊，人家都说我是鹰派代表了，怎么怎么的，我的名声不好，对吧？哎，我觉得啊，好像老胡既非鹰派也非鸽派，我是功夫熊猫派。但是你们一定要管我们中国军人叫做鹰派呢，我们也不否认，因为军人必须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和风格，我们的天职所在。但是呢，我说我是长了一双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我又长了一个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就是我们尚武，但我们更热爱和平。老胡在舆论战的前沿位置上，我的感受就是呢，美国光给我胸口给了一拳，很难受，我啪回头扇了他一嘴巴。哎，我有这种实际的感受，就啪抽了他一嘴巴。他说，中国军人内心崇尚和平，但在行动上要敢于亮剑，善于亮剑，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发声时就发声。就是现在呢，有一种声音呢，说咱们中国现在是不能够轻言的战争的，因为这可能会终止咱们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咱们中国呢，现在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战略发展期，因此呢，就最好不要打仗。那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您同意吗？我说是一个理性的强硬派，而不是一个莽撞的强硬派。我只提一些带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提那些过激的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能战方能止战，敢战方能言和，就是你的利益到什么地方，我的枪炮我的射程就要到什么地方，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防是为我们的国家来保驾护航的，战略机器只能维护，只能争取，而不能守城。你守，最终是会把战略机器给丢掉的。我这个人可能良心不大好，我老喜欢把人想坏了。谈判的时候，我的几十年的谈判经历就是，我先把你当的王八蛋，然后我再证明你不是。我跟杨拐子谈判了30年，这就是我的体会。多边谈判就是吵架，以吵架为主，
在联合国，在任何谈判场合，你不吵，你不争，你不斗，谁帮你争？谁帮你争？没有第二个了。那我的权利，我们的利益，只有靠自己去争，自己去斗，自己去捍卫，才能得到确保。我讲过，我跟美国大使说过，而且其他场合我都讲过，你可以让中国人死一百遍，老子有办法让你死一遍，至少叫你活了比死了还难受，你信不信？他是信，那信就行，他不敢动。几代甚至几十代，对吧？所以我们不要骄傲自满了，不要狂了，自信是应该有的，狂妄是不应该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还要加倍犯人，让你今后不敢再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窝囊，后人遭殃。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你要在你的力量展现出去，才能为我们的万事开太平。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谓的善意，总是体现在口头上。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上也是表现在口头上，能有今天那个结果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要想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广交朋友，比我们在口头上表达那么多的美丽动听的名词更重要的是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有理不在身高，啊，说理的时候不看谁是不是说强硬话，要依理服人，啊，而不是说看谁说话冲，看谁说话直，看谁说话有多凶，啊，看谁说话有多猛，而就说他就是鹰派，不讲道理，一味的强硬，那怎么能行呢？那就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让人看不起，啊！但是的话呢，你一味的谦让也不行，啊，一味的谦让也不行，所以这两个方面呢，都要结合起来，啊，都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说，哎，好话好说，好商量，哎，结果呢，我们好话好说了几十年。别人以为我们怯弱，你说我逮谁就打一通，那叫鹰派吗？对不对？你说我整天就好话说尽，那叫鸽派吗？啊，我们呢就是还是说，现在军队有句话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